Alright guys, 欢迎回来 Rock 的频道。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是我拖了很久的一期内容，就是 Diadora。 其实他们早在九月初就有联系到我，反正我是没有收任何钱的，然后他们也没有催我，就是给我体验体验，然后开个箱这样子，我就 OK 啊。但是收了之后我就一直放着，因为中间你们可以往前看我的一些上传的时间，其实中间被安排的挺满的，然后就一直拖到现在才来做，不好意思 Diadora。 那首先影片开始之前呢，下来吐一下后送来的这一幅超大的 DJWay 的这幅画，最新的作品，很帅。 OK， 说到 Diadora 呢，可能熟悉的朋友会知道它是一个老牌的慢跑鞋品牌，来自意大利。那它有多老呢？它的创立时间是1948年，是非常非常悠久了。那么其实它Diadora 之前有在中国售卖过一段时间，我也是那时间开始买的，应该是2013-14年左右吧，我忘记具体的日期了。我当时买的还是国产的 N9000 型号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国产的。现在没有在中国有特别大的一个生产线。那么现在 Diadora 呢，把少部分的一些经典型号移回到意大利的生产线，只保留了少数的型号在国内生产。这是他们现在定的一个策略，想要重整旗鼓，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市场。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个人从学生时代到现在呢，其实也算是 Diadora 多年的粉丝了。他们之前的一些联名款我是非常喜欢的，你们感兴趣的话呢，其实这些联名款也算蛮出名的，你可能你们或多或少都在社交媒体上有看到过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那么他们之前联系到我说要送一双鞋给我体验一下，让我自己随便选。那我就随便选了一些，然后结果没想到拖到了现在才来做这期影片了。但这期间呢，其实我偶尔也有穿他们这几双鞋款啊，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。首先看一下我自己本身有的 Diadora 是长这样的，这是 N9000 的型号啊，它是国产的。我当时买我记得是400多，好像是应该是2015年、2014年，然后当时正好碰上卖这款鞋的代理店铺有活动啊，买两双，第二双的半价。那所以我当时是除了我自己之外呢，还买了很多双，然后也叫了朋友过来一起买。那并且这双鞋我穿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呢，我把里面内衬都已经磨破了，知道吗？这双鞋穿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开胶，然后任何的磨损破坏的迹象都没有，鞋底也是非常的耐穿，非常耐磨，可以对比一下全新的状态，是这样的，差别还是比较小的，鞋底是真的很耐穿。然后鞋身呢，不是他们的一个 Heritage 的系列，所以没有用特别高级的材质去做，就是普通的一些反毛皮和网面，但是也是非常耐穿的。反正我自己穿这双呢是没有破损的，我朋友的那些呢好像是有穿烂，但是也没有说烂得很夸张。不过我现在基本上比较少穿它，因为后跟破了嘛，走路会不太舒服。那除此之外，其他的就真的没有什么质量上的问题。我觉得几百块的价位水平来讲，有这个质量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并且上脚效果也很好看。当然它也是会有老化的迹象啊，就是看到这个位置 logo 的这一块会有一些裂痕。然后我这双颜色不明显，另外这一双这个颜色有涂颜色的地方会有一些皲裂，看得出来吗？是没有任何开胶什么的，鞋底磨损的程度可以忽略不计，非常的新。然后鞋底我的自己的几双跟我身边朋友的几双都没有出现粉化，可能时间不够长。然后并且它还会每一双鞋都多附赠一双鞋带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良心的。那么说我这次拿到的几款鞋啊，首先当然还是有最经典的 N9000 系列了，这是 Heritage 的，就是意大利的手工生产线，跟我自己这双旧版国产的对比呢，其实就是一些细节方面的区别。鞋底的模具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肯定不是同一批模具了，因为你看 logo 的这个精细程度是不同的，但是材质啊各方面都是一样的。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鞋身和鞋楦的一个形状。现在在国内国产的我是没有拿到手，具体有什么区别了，我就拿我自己的那双之前国产版本来跟它做一个小对比。那么其实你可以闻到浓浓的这种高级皮革的味道啊，一眼看过去呢，这双鞋上至少用了大概是8-9种不同的材质，非常非常的夸张，并且内衬也都是柔软的那种猪皮革，
然后它整体鞋楦穿上去的脚感跟之前这双国产的鞋楦形状是差蛮远，真的。旧版国产的这个版本的鞋楦，它感觉是比较圆，让你从外观上看不看出来，它比较圆头一点点。然后你穿进去呢，它就是那种比较宽松的，包裹感不是特别强的一种，就是运动鞋的感觉。异产的这双鞋的鞋楦呢，我个人穿起来的感觉，它像是那种手工皮鞋、高级皮鞋的感觉，它比较瘦，它整体的鞋身可能因为材质不同的关系比较薄一点，但是包裹感会比国产的那双要更加好，包得更加贴脚，感觉你的脚是被人用手捧起来，非常的舒服，非常贴脚。但是新鞋的状态下啊，这几款鞋都一样，可能由于它还是这种比较旧的科技泡棉的关系呢，新鞋穿上去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回弹性有多强。但很神奇的是，要穿一阵子，它可能会根据你的脚型有一些变化，它这种泡棉会有一定的记忆性啊，会记住你脚型的一个形状，然后你越穿它就越贴脚，就越舒服。它不是那种非常软非常 Q 弹的那种回弹性的效果，它是那种日积月累的，会慢慢的变得更加贴合你的脚型啊。鞋底的脚感都是一样的，不管是异产还是我自己那双国产，我没有感受到鞋底有太大的不同，主要就鞋楦的形状，然后就材质了。那价格摆在这，材质肯定会有上升的。给你们看一下细节，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材质。鞋前面是这种非常细腻的反毛皮麂皮，然后是打孔的这种亮面的荔枝皮，然后侧面呢是这种牛巴革，后跟也是，然后上面又是这种光面的荔枝纹的皮革，然后内衬是一种非常柔软的猪皮革，鞋舌也是。之前他们跟我说这个鞋，因为他们可能国内需求量不大，所以他们订货订的也比较少，就几十双而已。好，还有一个颜色是鞋舌跟后跟都是这个裸色的皮，然后鞋底是刚瘦的那种，跟我个颜色不太一样。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双多一点，我觉得更加的简洁高级。那再过来另外一双异产的鞋型呢，是叫做 Equip Italia Heritage 的鞋盒都长这个样子，里面打开是非常的高级，有 Heritage 自己的一些介绍，就是它的手工历史线。这双鞋更夸张的是，连塞鞋子的这个纸环上面也都是 Diadora Heritage 的这些水印。这个的鞋型感觉它就是更加古老一点点，你也可以看到它后跟绣的是1975，它是那种老德训鞋的这种鞋型，脚感比较的平庸啊，但是它的穿着舒适度非常的好。这种鞋我之前是比较少穿的，因为我觉得好像科技含量不高啊。大家看到穿这种鞋型最多的，除了德训之外，应该就鬼中虎吧 ，Onitsuka Tiger。我就是还挺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穿这个鞋啊，鞋底又薄又没有什么回弹缓震。但其实你上过脚穿过之后，觉得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就是无形之中带给你的舒适感会让你忘记你穿的到底是什么鞋，因为它实在是太舒服了啊。但是这几双鞋都有一个也不能说不好，就是因为材质的关系啊，异产的鞋都是这种非常高级的皮革嘛，在南方，在广东来讲呢，稍微有一点点的闷脚，就一点点而已，不是很夸张。皮革肯定不会像网面那么透气啊，但是不会说完全的闷脚，只是说它这个冷热交换呢没有网面那么及时，当然牺牲了这个冷热交换，取而代之的就非常好的舒适度啊。内衬也基本上全部都是皮革，里面呢还有一些纯棉棉布的棉质在里面，就非常的柔软和舒服，然后也很耐用了。而这种鞋的脚感我觉得没有必要提太多，因为它脚感真的不明显，而且不同人对于这种类型的鞋脚感感受不一样，太平了它。我个人来讲，看过我之前影片的朋友可能知道我足弓比较高啊，我是个人平时很少去选择这种平底的鞋来穿的，但这双鞋我穿过之后，我觉得它真的还挺舒服的，尤其是适合开车穿，非常贴脚，非常的轻柔，然后并且它鞋垫也是用了这种非常好的缓震鞋垫。然后这两双异产的鞋垫表面也都是贴了皮质的材质，很舒服。当然异产的话价格也不会太便宜了，不过我觉得只是我自己的感觉，同样的价位如果你买另外一个牌子的美产呢，质感真的是比不上这个异产的好，非常非常的明显，这个差距是很明显的。就如果你们买过的话就知道了。同样的价位来讲，这双异产的材质质感用的更加高级之外呢，手工的细节也更加的讲究的。美产的做工也是挺糙的，我个人觉得，至少我买过之后我是这样感受到的。那么还有另外的一双就不是异产的了，大家看到异产的是白色的这种 Heritage 的鞋盒，普通款式就是这种绿色的鞋盒，是老 Diadora 的鞋盒了，都长这个样子。不过现在的是这种掀盖式的了，我那一批呢，它的盖子是整个就是套上去可以完全取下来那种。这款鞋的名字叫做 Camaro Walk Pack， 这个价格我记得好像才300多吧，非常非常的便宜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是上脚效果非常好，它有这种细微的做旧效果，它不是脏啊。我穿过它两三次而已，然后它鞋头是有这种 3M 的一个反光补丁，然后鞋舌有这种结构的感觉，它是露出里面的海绵的。
后跟有一个牛仔布的补墙，整双鞋的细节非常多，虽然它价位很便宜，过它的脚感当然就没有另外那两双异彩来的那么舒服，那么的柔软，有那种呵护包裹的感觉，它就是比较普通的脚感，但不能说它差，还是很舒服的。用这双鞋呢，我感受过确实不错，然后我觉得可以给更多的人感受一下它，所以我决定就是不能让我一个人独享，感兴趣的话留意我后续的一些动态。还有一双我觉得讲的必要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因为我也一起选择到我自己手里了，所以还是给你们看一下，是一双拖鞋。应该没有休闲博主会开箱拖鞋吧，很神奇。是为什么我会选这双拖鞋呢？是这样的，我是想说在家里多备几双耐克拖鞋，但是往往这种拖鞋呢，如果不小心碰到水什么的，拖鞋这一层里面往往都会有层棉，是甜棉的嘛，它会吸水，然后之后就如果你没有及时把它通风晾干的话呢，就发臭或发霉，反正就是会很不卫生，很不好，穿着体验不舒服。这双就正正好，它里面虽然有一层这种布质的纤维啊，但它是没有甜棉的，它就是一层纤维去防止这个塑胶磨你的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好，它不会吸太多的水，仅此而已。然后价格也非常便宜，我觉得效果挺好看的，也不能算做推荐吧，都算推荐吧，就是我个人的爱用品啊，打蟑螂也非常好用。那就是我自己拿到的一些 Diadora 的鞋款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，然后包括我自己之前的一些 Diadora， 我倒是真心希望他们能把他们自己经典的东西坚持住的同时呢，带来更多的创新的产品。因为我看他们最近也有在上海开第一家线下店，对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，如果我有机会去的话，我也应该去会去逛一逛，我还是蛮感兴趣感受一下他们家其他的一些款式的，包括一些服装。那么这几双里面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这两双异产。异产这两双虽然说它皮革部分用的比较多，但它不是全皮的，中间这一块呢也是有一些细腻的一些纱织密度很高的这种尼龙面，非常的细腻，手感非常好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为了一个耐用性考量，材质上也有一些做一些区别和层次感嘛，因为尼龙和皮质的质感还是蛮不同的。这双也是啊，这个位置呢它灰色的是尼龙面，也是这种非常细腻非常高级的尼龙，很舒服。然后鞋舌这个钢印是印的非常精细的 Diadora Heritage，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Made in Italy。但皮质的鞋呢，就是走起路来会有这种皮质摩擦的声音，这个我个人不是很喜欢，不过穿着穿着就还好了，建议如果大家新入手了这种就是内外全皮的鞋，或者皮质比较多的鞋，可能会存在磨脚的风险，最好是先穿长袜去让它习惯之后再穿短袜。异产的鞋真的是买到赚到，当然这两双没有随高随低好坏，只是看你个人喜好。如果你平时爱穿这种薄底的科技含量比较低的这种鞋，你就买这双吧，蛮好穿的，开车也很方便。这双呢就更适合日常通勤走路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北方朋友应该也能穿到，因为它全皮的，保暖性还蛮好的。南方的话看季节吧，但它脚感都不差，脚感都很好。然后不是说只有异产值得推荐啊，如果你喜欢 N9000 但是异产没有你合适的码数，或者说异产你找不到喜欢的颜色呢， N9000 现在也有国产的，那不是我这个，我这是早一批的，现在他们也有国产的 N9000， 我觉得颜色也不错，蛮好看的。然后 N9000 的话不管异产是国产，它的底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脚感来说其实都差不多，区别就在于它的包裹感跟呵护感没有的那么的讲究，那么的强，但是绝对不会差，日常穿还是很舒服的。这双鞋我已经穿了这么多年了，质感还这么好。那么其实这几款鞋的上脚上身的搭配呢，我早在之前一期分享穿搭的影片里面有分享过了，我这期就不再去做另外的穿搭，那简单给大家示范一下它的上脚效果就好了。我个人觉得它上脚还是蛮显瘦的，尤其是这双 N9000 呢，它整个鞋型非常的尖，非常好看，然后鞋头的这个形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美的。这个颜色的可能感觉会没有那么的圆，没有那么的钝，但是实际上跟异产的鞋楦比起来呢，还是异产的更加尖一点，更加瘦，它比较像皮鞋的感觉，就不像运动鞋，这是我个人觉得他们最大的一个区别。详细关于这个品牌历史呢，估计其实你们应该在很多 UP 主那里有看过了，因为最近我有看到 Diadora 他们自己也在 B 站开了账号，然后跟很多 UP 主其他的联动，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。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，我就不在这里赘述那么多了。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还不错，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希望你给我建三连了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，就点一下订阅了。那我是 Block， 我们下次再见吧。Bye.